陛下确实要给你做主赐婚，但不是心愿。我就是要娶心愿为正室，非她不可。我有一句话一直想对你说。我不要听。我喜欢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不说明白？我可以为你抛弃一切，只要你能回到我的身边。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中视逆龄奇迹 Dr. Wu 风中奇缘。